我知道二位都是山东人，对，咱们接下来就把刚才我们那个唐伯虎点秋香这一小段哈，二位您用山东话给我们配一配，看什么感觉，大伙儿想不想听啊？现场配一版好吗？一个济南话，一个青岛话，统称是山东的乡音，咱们来看一看这个唐伯虎点秋香。秋香姐，出大事了！哎呀，大婶们都爱上我了，非要嫁给我。他眼瞎吗？他们什么眼神？真的，秋香姐，我没有答应，我喜欢的是你呀、啊，真的。真的吗？我还骗你吗？怎么的？我，哎呀，从小我就喜欢你，难道你真的不知道吗？难道你就真的不知道吗？我喜欢。我告诉你，我喜欢的是那种很有学问的人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以为你这个样我就喜欢你了吗？你回去好好学习行不行啊？啊，你要是再这个样，我就给你鸭蛋，零分，知道吗？啊，回去好好学习。配的好不好？真的不错，真的好，真的好。是有配音，还加入他们的人物性格在里边。巩俐也是山东姑娘吧？她是济南的。是济南的。我们这个青岛话被黄渤给发扬光大了，感谢他。真的，我说听着现在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熟悉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似曾相识。哎，我觉得就是真的，以后我们真要是用乡音都来用乡音演的作品，我觉得。那个是跟普通话的感觉。对，现在也有一个节目在用这个丹东话来配所有片子的音，然后整个在节目上也非常的火。大连话、啊。对呀、啊。很多很多。导鸭子。导鸭子。对对对对。反正无所谓怎么样，反正都弄出来，我觉得好玩。好笑，很疯狂，没错。那说起疯狂呢，光看你们人类的还不够。什么叫我是人类的？你不是人类的。还得看看动物界，动物也怎么疯狂的一下。好，来看一看动物也疯狂。你的脾气太暴躁了，你应该摆一摆。谁说脾气暴？再说暴，你就是暴。我咬死你！咬！咬死你！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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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给我滚远点！哎呦！吓死我了！哎呦！空气真好，我到处逛逛。哎。一位仁兄，他在挠痒痒。兄弟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就是痔疮犯了，挠痒痒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哎呦。啊？一个二八六，这个号码。啊？二七。二六六二七二六六二七